法官，我有新的口供，可不可以说？审判长，你别跟他胡说八道，他已经招供了，就是他说的那样，之前说的那样。 被告人郑铎，请控制好你的情绪。被告人林宇，你说吧。其实我们那天遇到返航的船，知道前面天星恶劣之后，何船长是决定返航的。你是说，船长并没有执意要去登仙岛？ 一定要去登仙岛的，不是船长，是别人。是谁？你说出他的名字。事情是这样的。船长，怎么样？刚才呀，确实是有条船返航了。 说前面风浪更大，我看不行，咱们也返航吧。对对对对，我觉得咱们还是回去吧，这太不靠谱了，这天。不，这趟不是白来了吗？真完了吗？儿子求你了。下次吧。不回去。不是，这也是实在没办法的事儿啊。我保证啊，一下岸，我把大伙的船票啊都退给大伙。 我何首异说话算话，听不懂的话呀，我说不回去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愿意去，你自己跳海里游过去，我们明儿陪你送死。你瞅啥呀？不是你大爷啊！啊！我哎，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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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我大哥，哎，哎，哎。 王贵平，就是上个星期新闻上面说的水月区工商银行抢劫案的劫匪，对，就是他。 这么出名的啊！王贵是我的假名，本名叫王贵平。钱是我抢的，宝也是我杀。现在这警察满世界的找，我已经在这个登仙岛定了另一条黑船准备跑路。现在那他妈就是送死，所以对不住诸位了啊！ 你们只能陪我到岛上走一遭。